少主英明神武，要把少主的样子刻在每个人的心里。呀，这个画的真像啊！侧夫人能不能送我一幅啊？没问题。你看他画哪儿了？以后大家一看到这幅画，就能记起少主的音容笑貌。音容笑貌，这什么用词嘛？好像也不太喜欢。没关系，我还有一个礼物。不不不不不不不！